哭了喽。然后我今天真的很开心，就是能够得到这个奖啊，因为就是第一次就是发片，然后当歌手，其实压力很大。然后这个就是人生中的第一个跟音乐有关的奖，就是可以让我更有信心，然后我会更努力。谢谢 NTV 台，然后还要谢谢那个应援团，还有支持我的粉丝，谢谢你们。然后接下来我要带来这首呢，是就是快歌，我新专辑里面的快歌，然后是乖乖牌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好吗？